本期讲解一个企业如何玩转抖音电商培训班啊，六大维度，六位老师线上揭秘抖音商家入局 SOP 啊。直播电商兴起啊，电商企业需要快速入局，兴起电商的持续火热，让抖音平台成为电商企业重视和发展的平台。达人直播带货啊，频出状况，电商企业直播会成为未来趋势啊。电商企业直播啊，自己直播，大家看看。这是整套课程的录制，包括盈利的布局、小抖音小店的运营、主播的打造、短视频的打造、直播间操盘手的运营、付费推广，啊，这是课程的内容，包括老板必看、金牌带货直播的打造、商业化短视频的爆款打造，还有抖音商家小店运营必修课、抖音付费全域推广，还有直播间操盘手的必修课。你看，一共是37节视频课，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企业想做直播带货的话，这套课程很合适，包括免费的、付费的都有。如果需要本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啊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玩转抖音电商啊，或者是抖音电商培训班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